好、哦，这个球拉得相当的高，在右外野方向 ，That ball is long。不只是出局，而且是一支右外野方向的大号全垒打，安可炸裂了。哇、哦，这击球真的非常的过瘾哦。本季的第十一轰，哇！昨天看捞哥极力击到一个人双响炮，昨天的安可没有机会发挥，但今天马上轰出了追平的全垒打。对，而且林安可最近的攻击状况其实维持得非常的好，这一颗滑球跑到了红中的位置，林安可打到就知道有了。好，跳舞的部分我们就放过安可，因为真的没招了。